魔鬼鱼 Anglerfish 也被称为引诱鱼，是一种深海生物，属于黏形目魔鬼鱼科 Lafidae。 它们生活在全球各大洋的深海环境中，特别是海底的黑暗区域。以下是对魔鬼鱼的简要介绍。外貌特征：魔鬼鱼通常呈现出扁平的身体和大而宽阔的口腔，它们的皮肤多为粗糙或多刺的外表，有助于它们伪装成岩石或海底的底栖生物。最引人注目的是魔鬼鱼头部顶端有一个肉质凸起，被称为鱼饵或者鱼竿，它们通过摇晃和闪烁鱼饵来吸引猎物。捕食方式：魔鬼鱼是典型的捕食者，以其特殊的捕食机制而闻名。它们利用鱼饵吸引其他鱼类、甲壳类动物和其他海洋生物。一旦接近，魔鬼鱼会迅速张开大嘴，通过强大的吸力将猎物吞入口中。性别差异：魔鬼鱼的性别差异非常明显，雄性魔鬼鱼较小，没有鱼饵，通常会寄生在雌性魔鬼鱼身上。雌性魔鬼鱼比雄性大得多，有发达的鱼饵用于吸引猎物。生活习性：魔鬼鱼大部分时间都是独居的，它们在海底或者水下洞穴中寻找食物。它们通常是懒散的游动者，但在捕食时会展现出极其迅速的动作。适应深海环境：魔鬼鱼适应了深海环境的极端压力、低温和暗度。它们具有发达的感觉器官，特别是视觉和嗅觉，以在黑暗的环境中感知猎物。总体而言，魔鬼鱼是深海生物界的奇特存在，以其独特的外貌和捕食方式吸引了人们的注意。它们在深海中起到重要的生态角。